对男人心软就是对自己心狠。姐妹们记住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大家都投孟子义。不行，丹曼，你也欺负我。请乌咪们进行地气放出投票。走，开会吧，朋友们。哎，哎，我这有个事儿，啊。昨天那个咱们那个开业，我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你别了吧，我很尴尬的。很尴尬的，求你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说，王鹤棣，求你了，很尴尬的，求你了。我们这个串吧，三傻串吧，有一个幕后领导啊，大股东，就是李雪琴。没事，特别明谢一下股东。那你得当众宣布我拥有三傻串吧终生唱诗权。唱诗权。今天到此结束。后悔了吧？后悔，后大悔，后了大悔。我昨晚上不睡觉，我两点钟我还帮他们搁那写，武大靖都回去睡觉了，还帮他俩搁那写。哎呀，这个雪琴有我们圈吧的终身免费撸串权。来不及了，但实话实说，我觉得现在你们三个人可以站起来给他鞠一躬。更尴尬了吧？更尴尬了吧？哎呦我天！啊！啊！坐上，对不起了，北琴。对不起了。射死！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我是桃花坞史上第二尴尬，我太尴尬了，我当时我想，这个地缝钻进去。太荒唐了，我们之间现在有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。那你接受这个 VIP 吗？你会去吃穿吗？会啊。我吃我是会吃，但我不原谅他们。对男人心软就是对自己心狠。那雪琴也给三傻串吧讲两句吧。对，讲两句。龙哥这一刀是狠呐。把心里话说出来。姐妹们记住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给男人花钱倒霉三辈子。可以了，快结束这一趴吧，快。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放逐的规则，这一次都是暗投，都不明面上说了，除去你自己之外，你要写一个名字，然后到时候就放到这个箱子里面。对，然后我们屋长呢是每一个人有两票，那到时候票最多的那个人就被放到孤岛去了，规则就是这么个规则。哦，我觉得暗投比较好玩，有些人有意愿去，那我尽量满足他。嗯，它并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谁想去体验一下独处的时间，谁就去。放逐岛现在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，大家都很愿意去。我觉得不太 OK。黑漆麻黑一片的那个海，然后和那个海浪声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种莫名的恐慌，就很紧张。要不投孟姐吧？别投我。那就孟姐呗。哎呀，别投我，我不想去。就他越不想去，就应该让他去吧。哎，孟姐好惨呐！子怡，你是那个孩子的子是吧？别投我！大家都投孟子怡。不行，丹曼，你也欺负我。好吧，我不会。别选我，我真不想去。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想投你啊？他们可能就是，是不是太烦我了，想把我发到岛上去？我一度怀疑。别选我，就不要。那你会跟如果我被投去，你会跟我一起去吗？当然不会。你老开心了，是不是？丹姐想去吗？啊？丹姐想去吗？我不能去。我上不了那个船和那个上下船和那个特别那个困难。如果有人投了我，肯定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恨我。我要把他揪出来。那要不大家都改一改，大家都改一改，是不是方便一点？我改了，我错了。那个拉木特别小。自己写吧。
那你要自己写的话，那我写我自己，写写，那我写我自己。你来读吧。狒狒，狒狒，哇哇！谁投你的？是谁投的？哎呀，孟姐！哇！我不想去。投孟姐应该有点意思。我觉得孟姐就应该是，哎呀，你不要 Q 我，不要 Q 我，其实应该很希望你去 Q 她的那种人。他是真不想去。哦，他是真不想去是吧？哦，真够可气的。下一个。后来连这一串全是孟姐。许志胜一票，一票。啊！许志胜这个是让谁投的了？他拧他到50公里桃花坞。武大靖一票。啊！呀，对，这一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来，三二一，三三姐，谁？我真写了，我别想你一个人呀，改变不了大局。因为没有人会投丹姐，我投了丹姐，丹姐也不会被放逐，但我也没敢吱声。谁？啊！我，太碎了，哥哥。你们猜谁投了你？是不是李月琪？他就是一个搞怪的人。下一个，至上两票。至上票、哦、呀，人气还挺高，人气还挺高。你有想到会有人投你这个事情吗？可能是我之前表露过我想去荒岛的意愿嘛，可能被好多人记住了，我还挺感动的。我不相信别的原因。大金和至上。我也是大金，也是智胜，你俩一起去得了。徐智胜，新朋友体验一下桃花坞的生态。呀，那开领先了呢还。武大靖，武大靖，武大靖，哇，再来一票。快写了，快写了，反超了，反超了，兄弟，反超了，反超了，不行，不能输，不能输。哇！换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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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我！换我！不是，他是得多想恨我！恭喜你，今晚可以去放逐岛了！恭喜恭喜！输给世界冠军我也不亏，成了成了！你一个输的人，你说什么承让？你看，我本来想说甘拜下，我甘拜下，承让承让，说错了。好的。散会，散会。这样，我们三傻穿八的人都经历过去了。贝贝，你知道谁投的你吗？你吗？哎呀！我就觉得你这样是不是到那儿能好好睡一觉，休息休息？没，我睡得挺好的。